个点的话是我们平时开会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呢是有一个这种播放的一个音响吧，然后呢当我们去需要使用到话筒的时候，我们目前是把它放置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个一个盒子里面，然后拿出去以后呢，我拿出去以后我再去这边来，然后好，然后这个时候我才能和大家进行使用话筒的一个沟通。很显然这里就是浪费，就是我们在这个去找寻这个话筒的这个时间是有一个等待的一个时间的浪费。这是我们改善之后，我们把话筒和遥控器以及备用的电池都放在这个一个动动板上面，然后当我们培训或者是开会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拿得到，比较方便。